风行全球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包，在南加州的两家专卖店全新开张，庆祝呢即将到来的节日，而现在全馆折扣优惠。帆布双肩背包正面放上大大的巴黎埃菲尔铁塔造型，这款巴黎铁塔包简单造型却风靡全球。包包的原创设计师约翰拉格菲尔，因为看到许多大明星专门来到巴黎购买行李箱、手提包等，于是产生设计皮包的念头。从1981年在巴黎开设了第一家专卖店，并开始使用埃菲尔铁塔这个巴黎永恒的形象作为产品的标志。当时所设计的女士皮包已经为当地名流所喜欢，成为上层人士的身份象征。埃菲尔巴黎铁塔皮件除了无可挑剔的完美做工，它另外一个令人爱不释手的地方，就是它在皮件上精致耐看的图案。如今300多个款式，从休闲款到上班族应有尽有。埃菲尔铁塔皮包目前在南加州有2个专卖店，罗斯密店位于台湾会馆斜对面，小西贡店位于福禄寿商场内。节庆期间上门购买的客户还有对折优待。中网电视采访报道。